我是宇璇，那么我本身是从事这一个 funnel marketing 的，也就是说我们会擅长去帮助企业善用 automation 智能行销去达到整个商业的营销流程。我觉得企业家一定要上封面呢，主要有两个原因啦。第一个是因为今天如果我们是属于创业的阶段，无论你是零到一还是一到十，我们都有不同的里程碑。那么上到今天这个白起的封面呢，是记录我们整个旅途的一个过程。然后第二个原因当然就是为了 branding 的效果啦，毕竟有很多人会看到你，而且你可以认识到更大的 network。 那么我认为年轻一代在经济发展方面啊，尤其是在现在 AI 已经来到了风靡全世界的时代哦，年轻人非常重要是在于怎样子去善用 AI， 说得可以推动个人的经济弦，然后去到整个公司的经济，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。